这么喜欢你，把你看和他的眼珠子似的，那我只能让他再痛一次了。刘佳石，梅梅，没事吧？你终于承认自己是梅梅了，梅梅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梅梅，既然你已经知道当初是一场误会，那你能不能重新回到我的身边？宋子云之所以出现，就是你安排的吧？要不然，你也不会这么及时出现。可是我对你从未作假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当年相识的岁月吗？就是因为忘不了，才觉得可怕。之前我一直倾心相对的人，竟然为了权势地位屡次让我陷入险境，如今为了让我承认身份，又设局要害我。妹妹，我从未卖身求荣过，更不会让你出危险的。这一切是对是错，是真是假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们始终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停车！你干什么，陆侯？陆家学，难道侯爷要在这里强抢民女不成？停车！三哥，你放开我！侯爷，我来接舍妹回家，烦请放人。三哥，要是我不放呢？那我只能告知英国公，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手下的铁骑定会将你的侯府围个水泄不通，到时候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过。三哥，小心。梅梅，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，你也放过你自己吧。三哥，我们走。